非常高兴啊，再次见到你。这是你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，也是你第六次访华。相信这次访问将对促进中阿关系发展产生非常好的作用。阿联酋是中国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，中方始终把阿联酋置于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位置。近年来，在我们的共同引领下，中阿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，树立了新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典范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也是中阿两国建交40周年。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努力，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，确保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始终蓬勃的发展。